督教會基佛小學由唐梁淑儀校長，以及中華基督教會基衛小學馬灣何寶玲校長，以及本協會主席吳嘉瑩主席作為我哋今日嘅比賽評審。而家嘅參賽者為李欣娜，佢嘅參賽組別以及參賽項目為小學五年級以及廣東話詩歌。現在比賽即將開始。